还会为强健推动严重台菜计划，造成的苗栗人公共享轻丰收，就两百人间严重感染，过一步台菜突然强下去做台菜，天然流汗菜韩国吉普菜界发痛，还是传统界台菜料理。好，菜头把倒出来，压倒，然后呢，刀子拿好。打好啊，好记记记记。农民郭永新第个九年用的做芥菜，按南地的天涯，民众都吃到过新鲜，也好多为伊多。这个活动呢，可以除了让我自己也知道我从小到大熟悉的食物是怎么来的之外，也可以让我的孩子从体会一下真正的农村生活，也知道食物是从哪里来的，所以我想带他们一起来。一条芥菜都可以民众在去年台湾客家三亚波浪比动作利用的。他还有温度苗栗烟滚滚熊来做，众多好做的哈比菲特别用应用的面来做，除了爱太家来了解芥菜叶生长情形，每同滚滚的强烈农民合作来带通提防生烟。姚强哈啊，我们的认养的股东哈，都拉菲哈来替烟哈客家哈农师啊哈，包括有哈割福菜啊，然后挤福菜啊。然后采福菜啊，来另外哈，来向书哈，客家系用福菜哈做成个哈客家的料理哈。天呢，俺就他们树叶做在做，天俺就后生的呢，老辈转来噶哈，俺就种菜呢有条路做在做，啊，每做在有一张宣传的效果，然后就菜卖出去。除了做芥菜，还比非面安排南杭菜、吉普菜，也得平阳发通。希望大部利用计划，为民众来了解客家传统食材有几丰富味。客家新闻杨一诺，苗栗报道。